来试试看吧。大毛博士，那个头真的是很特别。大脑功能会在20岁后逐渐衰退，老了，常常忘东忘西，就是失智了，失智了。无法忍耐变得易怒。U 啊，你的大脑还好吗？没救了，没救了。测试一下脑年龄吧。会使用20多岁到70多岁的被实验者资料，计算出我的成绩与哪个年龄的成绩最接近。看不到那字，对不对？对不太叫刀哎、欸，对不太。到交，我在讲什么？对啊，对不到交，难得，是因为太远吗？太近吗？应该说不够近吗？看一下。我拉到这样子才对得到焦，哇，对不到焦，为什么对不到焦？只好我自己来对焦了吗？对到一点，手动对焦，看，从头来过。每日锻炼，好，然后这只是他游戏所附赠的。任天堂触控笔，质量其实还不错，它是有一定重量在的。雷猴啊，跳过跳跳跳，20岁后衰退，忘东忘东西，名字记不起来，不会写字，没有耐心，很生气，气气气气气气，没救了没救了。会使用20多岁到70多岁的被实验者资料，虽然看不完那张图是什么，计算出我的年龄跟哪个年龄的成绩最接近。哦，所以它不是即时计算，它是利用资料比对的方式，可以理解啦，就是它各年龄层，它就是很多很多的那个。受测者，就是他们已经测验结果出来的。那如果我跟某个年龄层的测验结果是相同的，那就代表我的大脑年龄也是类似于他的，大概这样子。我用右手，先问我什么？猜拳测试中，需要用手来回答问题吗？
你现在可以使用 Joy-Con 吗？可以。你好，横向放置，不要，不可以。我才刚调好，我们就用手写的就好了，因为 IR 的我们刚刚已经有玩过了。连续减法测验，现在评价你的短期记忆力。始终画面上方显示数字，减去显示数字，再把答案写在框内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重复这个步骤。写下的答案会不断被涂掉，要是忘了就点再来一次吧。哦，100，什么意思？靠，是我字写错哎！结果那边，他那个七的写法要写正。完了，我的失智完了，肯定老不行，哈哈哈！刚刚那边卡太久了啦，80岁，那不算啊。好呗，非正式的检查不会留下记录。好好好好好，还好，给过给过，非常轻松方便。可是轻松方便也代表不会用脑跟身体。我们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会用脑呢？可以把大脑活动图像化的最新机器检测了一下。你看这张脑的图片，这是正在思考的脑。左叶前额叶有少部分在运作，这是正在看电视的脑。只有看事物的整页，跟听声音的，那怎么念啊？颞叶嘛，有边读边，颞叶，跟在左右脑中去运作。只是正在快速解答简单计算题的脑，哇！大部分地方都在活跃运作，朗读时的脑，所以是因为这样，其实只有简单计算题开始，并不是算数，而是你在进行计算的时候，你的脑是有在大脑进行运作的，带来活化效果。仅收录了测量前额叶后确认到有活化效果的锻炼。另外，我们邀请了32名年轻人以及32名老年人，各有16名对照组。游玩以前，同样为了让前额叶活化而制作的 NDS 版的，连续游玩4周，每周5次，每次15分钟。有进行脑锻炼的组别，脑的执行功能与处理速度都有所提升。以上就是验证结果。偶尔要利用脑年龄检查测验检测脑年龄。
来看看锻炼的成果哟。只要达成老年龄20岁，就可以解锁特别锻炼。希望我可以成功。如果真的无法达成老年龄20岁，也有传闻说可以用别的方法解锁。好想戳他的脸哦。关于五的写法，每次都相同吧？哦，有人是一画，我是两画。哦，他只有针对五而已。那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哦，哈哈。之后好像会有个比赛，脑锻炼大会。它是什么？它的小脸啊，被你发现了。哦，就是这个啊，呵呵，就是点它的小脸就可以解锁特别训练。如果真的无法达成20岁，也可以在这里解锁哟。我先靠自己努力吧，一起努力吧。训练还有什么？印章设定。好，我们可以自己。还可以自己画，我们要画什么？屌！屌！然后 bling bling bling， 还有什么？朋友排名，啊，来测测看吧。哦，好多种哎，可它有几种就是要用到那个 IR 就要把它转来转去了。转来转去也是就高刚的事情。我们现在这个吧，计算25，请用最快的速度写出计算题的答案。点击橡皮擦可以重新书写，替大脑暖身，可提升大脑的处理速度。来吧。30秒，汽车级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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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要努力超越这个记录，有助于前额叶活化，以及提升大脑的综合能力。分享一个跟脑有关的小知识，很多人认为，即使进行计算与朗读的锻炼，也只会加快两者的速度。不过，如果持续进行计算及朗读的锻炼，除了提升计算和朗读的成绩外，大脑执行功能和处理速度也会获得提升哦。以上是验证结果。叭叭叭，是被称为迁移效果。脑锻炼就是以这种迁移效果为目标。盖章吧，来帮我盖个屌。好吵，因为有个印章，现在可以选择戏剧扑灭了。哦，并不是一项锻炼，而是有可能为大脑带来放松结果小游戏，只能于当天盖章后游玩。
当天盖章后圆满。哎，这个点点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。我们再来玩，再看别的数字拼图，一到九。哦，这个，这不是数独吗？是吧？依照三项规则来填写数字，直列要一到九，横列也是一到九，然后每个空框也是一到九。我是好久没玩了，还有练习耶。直接开始玩啊，这还需要练习吗？要使用辅助功能吗？不要。哦吼。三，这边缺三四九，三四九，这边可以填三或四。这边只能填三九，所以这边是四，然后这边是三，这边是九，再来我看一下，这边是三格的。能填一，我看一下，一四九，四九，这边可以填四九，一四，哎，不行，这能填一，这就是一二，十九，四。然后这边还剩下三根，哦，三根八，八三，看一下还有哪边比较少，这还有三，这边三格的，二三，看一下二三，二对啊。二三还有什么？不一样，二三八，这边只能二三，啊，没有，这边是三的，因为这边八不行，二也不行，所以是三。然后剩下二八，二八的话就是二，就是八。OK， 然后这边。这是二，是吧？这是九，二九。我看下这边哦，三，三五六，这边三五，三五就是五，五，三，六。为什么不能写六？字太丑，不让你写六，可怜啊。七，叫啥？三八，三八七，一四，然后什么？二九八，五六，六五一二。
啊，四五九，四五九，四九，什么五九？哦，不能五，没有五，应该是六九，四六九，四六九，那这边话只剩下四了。六九，然后这边是五，三四四七四七七，不是八，八才对，八四，然后是三五三。五，二，七，五分，前额叶活化。那本难题更有趣的小话题：一天内进行超过两种锻炼，日历就会记录当天进行的种类数目。重新盖章吧，屌！那盖屌真的蛮白痴的，屌！屌起来！好，我们来玩看这个让大脑休息一下的细菌扑灭，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不是一个锻炼，无法让前额叶活化，反而有可能带来放松效果。就是人家进行其他训练后或睡觉前游玩。哦，是能让大脑放松。这个不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总之就是以前玩过消消乐吗？他脸好想戳他，明明就在戳了。哦，他是要放松才要玩的，那我们就先不玩。这还不能解锁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没有。解完这个吗？今天已锻炼无法盖章了，均衡的锻炼吧。已锻炼就无法盖章了。哦，所以它就其实你没必要一天把它破完之类，它就是一个日常训练什么。看一下，不然你就来玩这个吧。横向放置，看一下。我，对他还是不行。
算你狠。最快速用零到五回答。最后一个我还没看出来，他自己感应到汽车级。嗯，欸，里面有坐一个人，欸，是那个博士吗？有点像，好像是那个博士。我真的对着他的头觉得很好笑。他这头超逗趣的。哇，这太亮了！不是，就是单纯抓不到他那个。抓不到他那个字。分享一个小话题：轻松一刻里的鼠爷尿或鼠香字，只要按 X 或方向键上就可以减一喽。不小心多数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功能。重新盖章吧，又要我转回来。继续盖，屌！你很努力了呢，哇，好感动。我想你已经充分锻炼大脑了。今天的锻炼差不多该结束了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他没有其他，他这还没有结束，欸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菜了，菜鸡只能玩一个。